这个地方应该是有眼的。先偷 A 他一下，确定他没带骸骨，然后咱们再拉回来，再 A 一下。不是不是，这不是我自己的号，这是泰桑的号。WA 接 Q， A 接 Q。他妈的，不得做好跟他玩了，他会玩啊！我当你不会玩呢。位置，地理位置不是很好。谢谢侠客的关注。他玩的挺好的呀，我操了。这什么意思？只要有分身就不用怕。接下来干嘛？这局又没了。
没有机了。抽象。鸡巴血越打越多。你这么想杀我，我不走了。妈的，太慢了。没蓝了。
他妈哪儿都有这个盲僧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没打好这把，就单纯的没打好。不是急不急的问题，我也知道不应该急，但是我一直怕这个盲僧来呀，你知道吗？我得赶紧把他杀了才行，不然他来了，你说咋弄？他一来，我又得死。操作他一波。不急，他大招消失了呀，他一段R放完，他二段R再不放他消失了，那他不放他怎么办呢？他总不能二放一闪吧，那不闪一吧，那不才容易被我杀。他不急的状态下只有那种，就是他R第一段R没放，如果第一段R他没放的话我也不会上，我上的话肯定是他第一段R得放，如果他不放那我就不上了，他放了，那他不急也不行了，因为他R时间快到了。感谢温卷牙，这心愿盲盒是不是只报情书啊？
你看这瞎子又来了，他只要打输一波，这瞎子必须来。血量应该是死不了的，他会RE的。你妈逼，你俩改个情侣名吧，他叫许村长，你叫情村长。谢小米粥的关注。哎呀，还好我家有爹。这样能再反杀，人家真的是牛批了，兄弟。怎么刚打完组牌，有点不太会玩了？不是你们这么希望对面杀我呢？我咋发现？什么盾提前一点就把我杀了，是啥意思？盾提前一点就把我杀了。我打完这把可能去吃个饭啊，兄弟们，然后晚点回来的话再给你们播。我有点太饿了，你知道吧？饿得我有点提不起来劲儿了。我现在一天一顿饭。
看我直播已经饱了。好好好，你这么说是吧？这算是减肥吧。哎，我出去吃个饭，然后回来再给你们接着播。泰森，你再维护的话，你跟我说哈，我出去吃个饭去。